我还活着，有一位大能用仙府的力量将你复活，按照命运的指引继续前进吧。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得赶紧回宗门。敢在青云宗内行凶，找死！天秋，这笔账，迟早要和他算清。 罗正，我给你个说遗言的机会，我要你死！哼，罗正，小混蛋，姐姐今天一定把你玩死！